你给我说清楚，是不是觉得我不性感？不是不是不是觉得我不性感？还有时间打情骂俏啊？不如先担心一下自己吧。这是画皮的剧本，跟一会儿比赛内容有关，你们好好看看。真是不堪一击，他不会逃跑了吧？亏我放弃了林夕和文苑大人的比赛，专程来看这一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能够看到英奇大人的风姿，我已经没有遗憾了。看上去复杂，其实很简单，你不是为了任何人，你是为了你自己，这就是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。也能有很好的效果。小竹，谢谢你，没想到我们才认识几天你就这么贴心。撑过多点时间放进他偏，不是为了任何人，你是为了你自己。也努力和危险间面具真是的，进去化了个妆这么久，他们不会觉得必输无疑不敢出来了吧？这难道他们也学会了刻骨铭心化妆术？我怎么觉得这是因为单纯的暴力引发的叫声？这种装扮是近几年才大放异彩的黑暗萝莉风，你看她阴冷的眼神，残酷的唇线，还有狰狞的睫毛。为什么我一点都感觉不到萌，只感觉一阵毛骨悚然？林夕这么做的用意何在？对了，
林夕呢？哦，快看！好像刚才看上去很可怕的黑暗萝莉施芳芳，在这个小熊的衬托下，竟然有一点萌。即便如此，施芳芳的扮相也搭不上刚刚文苑给娜娜画的中国福娃可爱。林夕不知道从哪儿找出了一只这么难看的木偶熊，就妄想用衬托法来彰显施芳芳的妆容，真是痴心妄想。喂，这只熊你要干嘛？不要摘掉脑袋吓唬人好不好啊？这真是太可爱了，在这么诡异阴森的环境里突然出现这么一抹微笑，如春日化雪，好有爱啊。我要被治愈了，就好像是恐怖片里突然出现的喜剧镜头，战争片中被插入的柔情画面，让人在胆战心惊的过程中得到莫大的安慰。没错，简直和贞子突然怀孕一样让人感动。这样的黑暗萝莉妆，层层递进下的美感，确实比文苑之前肤浅的撒娇可爱多了。可是，这样又有什么用呢？这是层次递进，林夕从小熊中瞬间变成大美女，会又让人产生联想。黑暗萝莉会不会下一秒也变身，变成更可爱的样子？这种吊人胃口的方式，才是林夕真正的杀手锏。没错，我现在看着施芳芳，总感觉她下一刻就要变成石原里美的样子。不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们作弊也可以得到他们的认可？凭什么我？我居然觉得施芳芳有点萌。你还不明白吗？芳芳，告诉他。文苑，没想到吧？这就是伙伴之间的信任和团结。我不明白。你的刻骨铭心的化妆术固然可怕，但是却无法战胜人的潜意识对自我的执着。你看娜娜，她虽然被你打扮成了小萝莉，但是内心对文学的向往使她散发出了一种超乎年龄的沧桑和睿智，这是你的催眠洗脑无法磨灭的。而我呢，则在林夕的信任和鼓励之下，自我激发出了憧憬粉色少女，却又痛恨化妆隐藏的自我，所以暗化成了现在的黑暗萝莉。林夕这么美丽优雅的女士愿意自我丑化来衬托我，这使我自信心大增。我只为自己代言。不用解释了，你输了。不管是从化妆还是从交朋友上，你都输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向孤傲不群的你居然牺牲自己去衬托别人？别人不是伙伴。我也是在不久之前才刚刚明白伙伴的意义。站起来，殿下果然有大将之风。其实胜负早已明了，不过英奇殿下让他输得没有那么难看而已。比赛结束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回事啊？就是啊，怎么这样？为什么最后放弃了？看吧，最后
奇迹还是没有出现，我们该去看林夕和文苑大人比试的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你们快看，怎么了？为什么感觉明明输掉了比赛的小竹，看上去比英奇更有魅力呢？是啊是啊，难道是因为他脸上的印记？最后那一刀，你是故意的。没想到，是我输了。什么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在比剑的过程中，我太过于保护自己的妆容，反倒忘了这次比赛的初衷。我们比的是运动妆，对妆容的过度保护反而是一种娇弱的表现。看到你现在的脸，让我想到一句话，伤疤是男人的勋章，说的应该就是此刻的你吧。小竹，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。听说了吗？不仅我认输了，连英奇也输给了那个不知名的小竹。谁能想到美妆社居然真的顶住了压力，连胜两局？不知道接下来的比赛，宋诗瑶能不能创造第三轮奇迹？不会有那么多黑马的，毕竟他的对手是那个让我们都无能为力的张崇景啊。都是累赘，不如放下。文苑，我和小竹已经接连赢得两场胜利，是不是不论诗瑶和张崇锦这局胜负如何，我们都有了挑战顶点那个人的资格？我很庆幸你们一路走到了这里，也很期待你们和安夕颜对决，但是可惜规矩并不是这样。难道你们想反悔？不，这是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四大天王以安夕颜为首，下面分别是崇锦、英奇还有我，你们必须从我开始一级一级的把我们所有人都 PK 掉，才有机会得到挑战安夕颜的资格。你们以团队的方式挑战，我们以团队的方式应战，所以你们俩赢了我们是没有用的。如果这一局宋诗瑶输了，你们依然无法挑战。这简直太不公平了。我们走。我想看着诗瑶赢得第三场的胜利。性感了，满身的异域风情，真是如梦如幻呀。崇锦将只是亮相罢了。哼，诗瑶，宋诗瑶，该你了。内媚外倾倒是有一点意思，不过如果只有这样的话，
那你真的太弱了。宋诗瑶不是要放弃了吧？要放弃也不奇怪，毕竟张崇景真是太强了。他要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空气的流向改变了。这。太可怕了。他们居然利用风。出乎意料，真是太惊人了。是这个主意，那你倒还配做我的对手。这算是比赛已经结束了吗？听上去张崇锦好像要认输。不，比试甚至还没开始。今天是我和宋诗瑶的最后一次比试，会用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方式。宋诗瑶代表的是美妆社，我们代表的是戏剧社，这次比试就将两者相结合，用舞台剧的形式呈现给大家。想必美妆社的几位学妹不会有什么意见吧？四大天王之首虽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安希言，但戏剧社社长却一直是张崇景。这三年来，他一直精研此道，已经达到了以妆入戏、以戏衬妆的境界。以他骄傲的性格，本不该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来迎战宋诗瑶的。这就说明他是真的想要全力以赴拿下这场万无一失的胜利。宋诗瑶会答应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你很有勇气嘛，那这次就让黄政宇来做评判吧。政宇？他居然让郑宇来当裁判，这不是将这局的胜利白白送给我们吗？应该没那么简单，张崇锦一定留有后手。不过黄政宇是你们美妆社的人，光由他来评判对我来说有点不公平，所以我准备了一些东西。他手里的手环可以检测到心率变化，由黄政宇戴上这个手环，我们各自出场之后看他的心率变化，谁更让他心动，谁就能胜出。这个方法我没问题。还有一件事，你们几个相处了这么久，虽然上次威格大赛时他将关键的一票投给了林夕，但难保他对你没有什么特殊的情感。张崇景，你别胡说。欲盖弥彰，我并没有胡说。既然你不相信振宇可以做出客观的评价，为什么要让他当裁判？别急，除了手环，我还准备了一样东西。他手里拿着的药瓶是多巴胺受体阻断剂，通常用来治疗慢性精神疾病，服用后会产生情感缺失，虽然会造成抑郁或者精神分裂的副作用，不过服用之后保证他会做出客观真实的评价。抑郁和精神分裂？你怎么能让振宇服用这么危险的药品？这我也没办法。你也知道我们这次比试的主题是魅惑妆，如果黄政宇不做评判的话，我们怎么一试高下呢？大不了这局我放弃。郑宇，你郑宇，你干什么？诗瑶，你别放弃，我相信你一定能赢。为了你，也为了美妆社的大家，别说什么阻断剂，就连百草枯我也可以。振宇，真让人感动。我们可以开始了，不要等药效过了，黄政宇还得再干一瓶。张崇景，
这一次我绝不会输。嗯。没想到你竟然为了诗瑶做到这个地步，真是太爷们儿了。黄振宇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不是吧，这个阻断剂效果这么明显，你这个状态一会儿怎么比赛啊？黄振宇，剧本你都看过了吧？这一次你们要演的剧目是画皮，你所饰演的是书生王生。你本来有一个恩爱的妻子，却因为她外貌的丑陋抛弃了她，后来又遇到了媚妖，媚妖诱惑你，你又把持不住自己，所以最后你被媚妖吸取精气身亡。这个故事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好好诠释这个角色哦。那是诗瑶演我的妻子吗？并不是哦，诗瑶演的也是媚妖哦。那是张崇景演我的妻子？崇景演的也是妖，正因为是两个妖，才能看出你对谁比较心动啊。那是谁演我的妻子？是他。我能放弃吗，小竹？让诗瑶认输好吗？相公，子时已到，你读书读了一天，我们该歇息了。我时至今年春闱金榜题名，怎能不刻苦奋进？娘子先歇息吧，要是嫌烛火太亮，我去外面也可将就。相公有志向是好的，可是你读的都是一些志异怪谈小说话本，这对考取功名有何用处？娘子不懂，小说家也有格物致知的智慧，所谓读书百遍，其义自现。别废话，你到底来不来睡觉？娘子先歇息吧。我呸，我们都结婚一年多了，别说什么琴瑟和谐，你一共碰过我几次，让我守了一年的活寡。错疑，夫妻间真正的美满是举案齐眉。你看我还是很敬爱你的。相公若是真的爱我，就把那玩意儿那桌子放下，我们一同就寝。那一夜，王生和他的妻子寻找到了生命的大和谐。主家可是因为夫人貌若钟馗而叹？是啊。不，休得胡言，我那妻子贤良淑德，持家有方，我们俩恩爱有加，相敬如宾，我岂会在意她的颜值美丑？我叹气是因为自己才疏学浅，不知何日正得功名，光宗耀祖。要我说，每天面对那样一个母夜叉，我也不能安心学习。大胆，怎肯如此妄言实话，诽谤祖母？主家，非是老奴多嘴，是因街坊邻居都在笑话，说夫人相貌丑陋，相公头昏眼花，
飞短流长，老夫在外也没脸做人呐。谁在闲言碎语？稀奇稀奇，真稀奇！王生娘子长胡须，一个脑袋沙包大，腿毛难分，男或女。你看，鸡都这么说了。那是鸡吗？我还以为是你家亲戚。再说了，会说话的不应该是鹦鹉吗？主家，关键是鸡都这么说了，你不该反思一下吗？哼，休要挑拨我与娘子间的关系，这种话以后不许再提。相公这几日忧心忡忡，总不愿与我同房，莫非真是我不够美吗？稀奇稀奇，真稀奇！王生娘子长胡须，一个脑袋沙包大，腿毛难分，男或女。不对呀，我们家鹦鹉都在夸我呀。你可拉倒吧你，我是鸡你看不出来吗？还有刚才那是夸赞吗？骂没骂你，心里还没点数吗？你是在骂我？难道连你也嫌弃我丑？哎，惨绝人寰呐。鸡的审美和人类不一样，带我去问问四邻。你可别出去丢人了，你是问不到的，四邻们看见你啊，都要忙着逃命去了。你太过分了，我不活了。相貌丑陋，切齿相闻，叫你在人前抬不起头。为了你的名誉，我愿意自行了断。愿来生生具好皮囊，你我再续前缘。你要做什么？相公，你果然不忍我就此赴死。我是害怕屋顶塌。不，你是怕失去我。不，我是害怕你的体重，不信你拿这个麻绳试试。你就是这么深爱我的？有胆子你再说一遍。不是，你还真敢说，我跟你拼了。
化妆品。